大家看看这一首《东门行》，啊，《东门行》。出东门不顾归，来入门唱月悲。囊中无斗米粗，还似架上无悬衣。拔剑东门去，射中儿谋牵衣体。他家但愿富贵，贱妾与君共抚靡。上拥苍狼天顾，下当勇刺王可儿。今非坐行，无趣为此，白发时下难久居。啊，出东门不顾归，啊，出东门，我出了东门我就不愿意回来。我们中国古代有四门嘛，东南西北，东门生门，啊，东门它是往生门。东门啊，出了东门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嘛，啊，东门往往是地势比较平坦的东面呐，啊，这个啊，出了东门他就不愿意回来，啊，来入门唱与归，为什么呢？回来进入到自己家门的时候，那就是非常之的惆怅，非常之的悲伤，为什么？大家看看下面的情况是：囊中五斗米粗，还似架上无悬衣。啊，我的米缸里面，囊就是米缸、米瓮，米缸里面呢没有米，啊，没有米。再回头看看呢，衣架上面没有挂着的衣服，是不是啊？衣架上面没有衣服挂着，我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，就那么一件破衣服，啊，破衣服。我们现在大家衣服多得不得了，是不是啊？没地方放。古代的时候，这个穷人啊，真的是怎么样？那么怎么办呢？大家看看，拔剑东门去，射中儿谋牵衣体。这个男子汉呢，他要出门呢，干什么去？造反去，啊，拔剑，拔出兵器，我要参加起义的部队去，啊，也反映了我们战争的当时的社会一种现实。但是他的妻子怎么样呢？他的妻子非常的好啊，射中儿谋牵衣体啊，是家里的妻子拉着他的衣服，叫他不要去参加造反啊。他家但愿富贵，贱妾与君共抚靡。其他人家的人都希望自己家里的富贵啊，富贵。我呢，愿意跟你一起过苦日子。抚靡就是小米粥，小米稀饭。小米稀饭最便宜的啊，这个成本最便宜的啊。北方我们大家知道有小米，我们今天还有小米，一袋一袋的卖，大家买了之后熬一点小米稀饭喝喝啊。上用苍狼天顾，下当用是王可儿。用就是阴啊，你呢上面呢看看天，你要做事情要对得起天，下面呢你要对得起我们家的小孩子。你做一个事情啊，你要对得起小孩子。你不管家里这么穷啊，不管家里这么穷，你假如辛辛苦苦的劳动，总可以把小孩子带活。你不要去参加起义，不要去造反，这是一种观点，是不是？这是一种观点啊，因为你去造反的话，说不定抓住就要杀头啊。当然，我们用另外一种观点去看，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是一个问题的一个方面，就是这个女子她把丈夫拉住，你不要去造反。啊，造反！这个丈夫怎么回答？大家看看，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今非啊，那这个今非呢，是那个，还是女子讲的话？上用苍狼天顾，下当用此黄可儿。你上面看看天啊，因为看看老天啊，下面呢，你看看这个小孩子，家里还有小孩子。今非，你今天的行动错了。你今天出门啊，要出门拔剑去参加动乱的，这个错了啊！没想到丈夫怎么说，大家看丈夫的回答是：坐行无趣为辞，白发时下难久归。坐，这是一句发出的一种非常愤怒的一种语言啊，愤怒的这种语言啊。或者说走开，让开，我走了，行就是我走了，我今天是坚决要去了啊，坚决要去了，无趣为此，我今天去参加这个暴动的部队，我还辞了啊，我也辞了啊，白发时下难久居啊，
这个是我，你看看我头上啊，这个不断的长出白发来，啊，白发来，这个社会里啊，我真的很难再继续下去了，啊，我真的很难再继续下去了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，你看短短的一首汉乐府，它表达了，它把两个人的啊心理状态刻画得非常的鲜明，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估计这个是西汉末年的啊，这个农民起义时的一种人们心理的一种描写啊。因为一个社会到了最动乱的时候啊，到了西汉末期啊，东汉末期，那种农民起义到处起来的时候啊，可见社会啊政治是非常腐败，人们活不下去啊，人们活不下去，那么只好呢走这条道路啊，这条道路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啊，社会现实。我们下面再看看这个写爱情的啊，家庭生活的一种诗歌，有所思啊，有所思，有所思就是我心里想念某个人啊，我心里有所思念啊，心里有所思念，有所思，这个是乐府的一个题目的名称啊。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啊，我心里所思念的人呐，现在叫到大海的南面去了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我心里所思念的人呐，今天到南方去了啊，南方去了。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汉代的时候最早发展的是我们中国的北方，南方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啊。你像我们今天的南方也发展得很好，是不是啊？我所思念的人今天在大海的，在南方啊，南方啊，今天我们南方也很发达啊。何用问魏君双珠对卯簪，永月少饶子。有个人也要到南方去啊，我所思念的人呢也在南方，我今天呢那个人要到南方去的时候，问我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给南方去啊。比方说你们女同学很多，有男朋友在深圳啊，今天深圳来了个人呢，我们要带点什么东西到深圳去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可以啊，带点东西去啊，带什么东西去？大家看看，双珠对帽簪，永月少聊子，啊，双珠两颗珍珠，两颗大珍珠，女孩子送给男子啊，对帽是海里的一种动物的啊，动物的制品，簪啊簪，我们很多同学说男孩子也要用簪嘛，要用簪的啊，身体。啊，人的身体还有人的头发啊，古代都是父母亲给的，都不能丢的。我们明朝以前，我们中国的男人也都长头发的，大家看过古代的戏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头发缠一缠啊，拿一个簪子簪一簪啊，这个是就是我们古代的装扮啊，古代装扮。古代人男人跟女人一样都不剪头发，头发很长的啊，头发很长的，头发沾一沾得戴个帽子啊，衣冠啊，衣冠啊，这个叫衣冠这样子，穿上衣服戴上帽子，这个见人是最隆重的。现在我们男子出门很方便，是吧？头发很短，一下出来了。古代这个理头发要花很长，整理头发要花很长时间，男子女是一样的啊。我们今天讲到汉魏六朝的时候，男子还化妆的，男子还可以擦粉啊，你看《世说新语》里都有描写啊，都有描写。现在擦粉估计是女孩子的专利了，假如哪个男孩子去擦粉的话，估计是大家要说到妖怪啊，妖怪。这里面呢，就是何用问魏君，我问你，你带什么东西去给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？我带一个双珠对帽簪去啊，这个双珠对帽簪用了多少东西来做？大家看看，珠，珍珠。我们今天珍珠是人工养殖，有时候大家显得比较便宜，古代如果全部是天然的话，这个珍珠是很珍贵的啊。对帽是深海里的一种动物，也珍贵的。簪我们大家知道，可能用金的，可能用玉的做的，这个簪呢也很珍贵。还有月，用月少聊子，少聊子啊，这个很珍贵啊。你看一只簪用了那么多东西来装扮的，这是女孩子啊对男孩子的一片深情啊，一片深情。但是忽然正在弄这个簪要带走的时候，忽然那边的人告诉他一个消息，什么消息呢？
闻君有他心，听说那个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丈夫在南方啊，听说已经有另外的女人了，啊，我们不是有很多民歌嘛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，什么东西，他已经采了路边的野花了，你看怎么办？他好像在那边还有一个女子跟他同居的，这个消息传过来了，那是闻君有他心，哪吒吹哨子，真是生气。怎么生气？大家看看，用了两个字，哪吒啊，哪吒，哪吒是个连绵字啊，连绵字，哪吒是个叠韵连绵字啊，叠韵连绵字，吹哨子，我要把这个鼻子，我气没地方出啊，把这个簪要把它烧掉，这个簪要把它毁掉，吹哨子，当风扬起灰，我要把这个簪要把它烧掉，烧掉之后我还要当风把它灰都把它吹掉，从此我一点都不思念你啊，思念你，从今以往不否相思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从此不对你进行思念啊，不对你进行思念，相思与君绝啊，我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断绝一切关系啊，一切关系。北方的女子啊，性格比较刚烈，啊，南方的女子比较脆弱。你从乐府，汉朝的乐府、魏晋南部朝的乐府可以看得出来，北方的女子刚烈，乐府诗里都表现出来。你到北朝乐府的时候，甚至出现了这样子的句子啊：你晚上跟我约见面，约好了又不来啊，我从此跟你断绝关系，都很多的写的。南方的女子怎么样呢？一听说男子不要她了，她就哭哭啼啼的啊，要跳水了，一下子要干嘛了啊，干嘛了？她总是显得比较的脆弱啊，比较脆弱，感情缠绵。北方的女子啊，她比较刚强啊，比较刚强啊。这里面就典型的一个北方女子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形象，她没有哭，也没有什么。闻君有他心，哪吒吹哨子。吹哨子，当风扬起灰，从今以往不否相思，相思与君绝。但是想想真的断了的话，还有其他后续的问题要解决。什么问题要解决呢？鸡鸣狗吠，兄嫂当知子啊，鸡叫的时候，狗叫的时候，那个男朋友来找我的时候，实际上我的哥哥嫂嫂啊应该是知道的，这是可能是一重意思。另外一重意思呢，就是那天晚上他一直在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一直一夜没睡觉，鸡也叫了，天也亮了，狗也叫了，我的哥哥嫂子啊应当知道我这个事情，知道我的心情。这里没有提到他父母啊，没有提到父母，没有提到父母，可能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，是不是？诗歌有时候可以留给我们很多的想象，我们有时候可以做这样子的想象，有时候可以做那样子的想象，可以做合理的想象。秋风萧萧，晨风朔，东方须臾高知子啊，那天晚上这个女孩子啊真的是思念的是非常的强烈啊，思念的非常强烈啊。秋风萧萧，晨风朔，东方须臾高知子啊，再说吧啊，等天亮了以后再说吧。听了一个晚上的秋风啊，秋风，大家注意，秋风，我们的诗歌里面一写到秋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愁的意思啊。写秋实际上就是写愁啊，啊，写秋也写愁啊，啊，愁啊，这是一首有所思啊。大家我们再看看上野啊，上野这首乐府诗啊也写得非常有意思。上就是天的意思，天哪啊，上野就是天哪啊，天哪。上野，我愿与君相知长命五九岁，啊，我要跟你好，啊，我要跟你好，我要跟你结为夫妇，啊，我一辈子都要跟你在一起。天哪，老天，对老天发誓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。
啊，在一起，长命无绝岁。我跟你好这一辈子当中啊，我们都不会变心啊，都不会变心。什么样子的情况下面再变心呢？大家看看，三五零，零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吧？零就是高起来叫零，零啊零，零就是高起来。我们说秦始皇零，对不对啊？十三零啊，这个都是零，什么茂陵啊、霸陵，零就是高出来的地方叫零，实际上就是三零啊，三零。高出来，三没有零了，我们说这个三就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发生大地震，对不对啊？发生了世界，发生了整个宇宙啊，都发生了一种变故，三都不高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事情是人都死掉了，就是说，江水为壑，啊，江水为壑，啊，江水，江，就长江。长江水没有了，长江水没有了，我们今天长江水有没有？有的，是不是啊？长江水没有了啊，江水为壑啊，就是河里的水，黄河、长江水啊都已经没有了啊。还有第三个，冬雷阵阵啊，冬雷阵阵。我们大家知道，打雷一般是在夏天啊，夏天打雷，冬天不打雷。但是现在天气变热了，好像冬天有时候偶尔一响几下也有的，好像。啊，但是2000多年以前的气候估计跟今天不同，冬天绝对没有雷，啊，现在我们天气好像全球都变热啊，所以冬天有时候偶尔打雷，这不稀奇。但是两汉的时候，2000多年以前呢，估计没有打雷。下雨雪，夏天呢下雪，啊，夏天下雪。还有呢，天地合，天跟地合在一起了。我们中国古代的传说就是天圆地方嘛，天上圆的，地下啊，我们人生活在天地之间，天跟地是不会合在一起的。所以在五种情况下面，乃敢与君绝，我才跟你，才不跟你好了啊。三五零就三呢，忽然没有了啊，江水就长江黄河的水啊，全部都没有了啊。冬天呢打雷了，夏天呢下雪了，天跟地呢合在一起了，我才跟你不在一起。这个发誓发得好啊，因为这五种情况一般下面都不会出现啊。五种情况出现的时候，等于宇宙都没有了啊，地球也没有了，那个时候我才跟你这个发誓啊，发得非常好啊。敦煌词里面也有类似的一种发誓，类似的一种这个发誓的一种仪式啊，也有的。